是你啊，久仰了。哎呦，他可是我们公司的明星经纪人，不仅手上艺人优秀，自己的名气也很大哦。行了，哎，乐乐，刚刚说的事儿我们可就这么定了啊。至于这家伙，哼，我可没那么大的面子能让他主动凑过来。你先瞧瞧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吧。哎呀，一不小心又卖给这丫头一个人情。看罗母这嘴毒的程度，就知道你们平时的关系一定很好。当然，我们加一下联系方式吧，后续我带着芊芊跟你约时间细聊。哈，你欠我的可多着呢啊。你是舒笑的经纪人？谢谢。不过你今天过来找我，并不是为了说这个吧？你一定怀疑奇迹女孩女一的剧本是我泄露给媒体的。所以你认为我是听了希杰的话才这么做的？希杰以前是你手上的艺人，你这么想倒也没毛病。但或许我就是纯粹的不服气，为了摆脱嫌疑才又接了别的戏。确实有人跟我打听过剧本的内容，但我不能告诉你是谁，我只能说你的第六感并不算太准确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身边的人才最需要注意，特别是那些渐行渐远的人。哎呀，对不起啊。好久不见，我今天是来找秦逸然的。之前劳伦斯先生请我帮忙做了几首安眠的曲子，刚刚聊了些改进的方案。哈，这我可要帮他解释一下，完全是帮忙。当然没问题，以后有需要啊，随时来找我。劳伦斯。哦，你来了。你就是。你好，我是陆维的二哥陆深。我去趟洗手间。平日里陆维麻烦你照顾了，如果没别的事的话，一起去包厢里喝一杯。喝杯茶也可以啊，我最近想投资电影，有些事还想跟你聊聊。二哥，打扰了，季红导演刚刚和我聊了会儿，有部戏的问题想找我的经纪人聊一聊。
哎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改时间再约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想以后我们还会见面。刚刚已经聊完了，之后他会联系你的。应该是过来交换一些重要的东西。有事就去忙吧，我这儿有问题再找你。有事？认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想不到你还真够直接的。但如果我否认呢？你这话问的没有意义。没错，是我诬陷了初夏，因为我想让好心做女医。你说的对，所以下一次我会继续努力。我们干这行的，不就是绞尽脑汁让我们的艺人更好吗？我还是想提醒你一下，我们是竞争关系，只要能帮我的艺人争取机会，我可不管什么情谊。所以以后像这种你都不会问其他经纪人的问题，就也不要来问我了。快过来帮一下忙。这家伙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今天喝这么多，有点醉了。呢？嗯，已经有工作人员去检修了，说是几分钟就好。我手机快没电了，你能帮我把充电宝拿过来吗？在休息室我的包里。你到了吗？我手机还剩1%的电，快关机了。我在靠窗的那个沙发这儿。秦逸然，你不是送他去休息室了吗？我这边可以了。
动作快点，外面我先帮你看着。他们好像已经意识到了，安保估计三分钟内赶到。我还需要一分钟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家经纪人过来了，要不要让仙仙过去拖住他？这样仙仙有可能会暴露。那放着不管？不用管。之后我会跟你解释，但现在我们都要离开这里。别出声。怎么样？东西还在，没什么异常。那应该就是你想多了，别总疑神疑鬼的。再说了，就算真的有人动了那东西，一会儿自己也会露出马脚来。二哥，我们要回去了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昨晚刚通了宵，困得不得了，想找瓶酒提提神，谁知道就在这里睡着了。就你一个人？是啊，胃有点不舒服。二哥，你带我出去吃点东西吧。我们回宴会厅。现在一定会有人去确认我是否在房间里，如果碰上就不好了。瑶瑶，给我这杯的度数太高了，喝一点没关系的啦。
好啦，说一口就一口嘛。哥，今天我可是帮了你经纪人一个大忙，你怎么感谢我？哦，帮了什么忙？好吧，你想要什么？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帮他？还有，你不好奇我到底是站哪一边的吗？你还是二哥？那么，你是站在哪一边的？我当然是站在爷爷那一边，因为只有爷爷才能让你们和平共处。其实这个问题，我不在乎。为什么？你不怕我把刚刚的事情告诉二哥？瑶瑶，不管怎样，你都是我妹妹。我不希望你卷进复杂的事情里。如果可以，你就开开心心做你自己就好。我家三哥真不愧是影帝，刚刚我觉得自己成了电影里的女主角。别闹，瑶瑶。你在哪儿呢？怎么去那儿了？秦依然跟你在一起吗？这边的服务生跟我们说你俩不见了，正着急着呢。行，既然没事儿，我跟他们说一声。8:30有一艘，这么早就回去吗？行，那我也帮你跟这边服务员说一声。陆总啊，今天的事情我们可就说定了啊，明天我就去公司找你。当然没问题，明天见。就这么放他们走？不然呢？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没有遗漏的说辞，加上我们也没丢什么东西，没关系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无忧，我没事。哎，你是依然的经纪人吧？你好，我叫沈云川。看样子，你们是不是需要帮忙啊？上车吧，没事，可以相信他。啊，不用担心。我跟依然是老朋友了。这家伙这阵子是吃多了吧？怎么感觉比之前重那么多？哎，不用。他这是老毛病了，家里有药，我去给他拿点过来。放心吧。我不会害他的。